什么？但是那个提示的是，等一下那个下了播截图给你们看吧，截图给你们看，他那个原因还有的。对对对，哎，没办法，不管一个人，不管你做什么，都会有人这样去嫉妒你，看不惯你，想搞你呀，或者怎么样，太多了，这个都是很正常的，黑粉那么多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这个没事，但是我们尽量不违规就可以了，是不是？感谢我徐姐姐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姐姐。有点莫名其妙，我知道吧？我就觉得，对，来，咱们再把赞赞赞点一下，各位姐姐们，今天晚上把赞赞点到100万，好不好？谢谢我梅花姐姐，感谢我芳姐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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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有家人们，谢谢你们的不离不弃和维护啊。不管外人怎么说，不管别人怎么想，我觉得，你们对我的那份真诚还是跟以前一样，确确实实，真的，特别感谢你们，新年快乐！祝所有家人们新年快乐！来，咱们一人打一波新年快乐，好不好？谢谢我美好明天，感谢哥哥，谢谢阿梅，谢谢川，谢谢我蓝姨，我都不能说太多的谢谢，我的天啊！哎呦，现在还能说什么呀？懵了，我今天晚上我根本就没有说什么，莫名其妙，莫名其妙，差点进小黑屋了，知道吧？怪不得我这个账号一直都限流，这个人气一直上不去，现在我终于懂了什么意思了。对对，谢谢梅子，感谢姐姐，谢谢。早日康复，没事，我的话我就一个小感冒啊，过两天就没事了，过两天就好再休息个两三天，应该就差不多了，然后呢也可以上班了。今天确实一点状态都没有，今天是躺了一天了的。这个号换一下，这个号要是换了，你们都找不到我，对不对？其实也不累，我是躺了一天了，我躺了一天了的，姐姐，我一天，我今天一整天我都没有起来着，我刚刚才起来吃饭，然后洗了个头发，因为头发太油了，这两天没有洗头发，感冒了我不敢洗头，今天实在是坚持不了了，我就洗了个头发，太油了，知道吧？谢谢我香苹果姐姐，谢谢姐姐给姐姐送的那个眼镜，谢谢。以后你们给我送的时候，我还是少说什么什么礼物吧，因为我之前好像是这么说的，所以才被提示的，被人举报。现在话都不能说太多，太那个了，肯定是那些黑粉嘛，那些黑粉搞的，没事儿。没事啊，家人们，没事，咱们问心无愧就好了，对不对？他们举报他们的，那我们也没说什么，对吧？就正常聊天嘛。谢我梅花姐姐，感谢我梅花姐，谢谢谢谢，永远支持您，谢谢所有家人们的支持。感冒药吃了吗？是自己人破坏的，怎么可能自己人？怎么可能嘛？是黑粉呀。那咱们自己人都是一家人，对不对？那么好的怎么可能不是自己人啊？是那些没安好心的那种人，就是没安好心的那种黑粉才是这样子。这个很已经习惯了，以前从去年举报到今年嘛，很正常的。谢谢美好明天，谢谢所有家人们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咱直播间不要乱带节奏啊！咱们不带节奏，管他是谁呢，反正就是黑粉太坏了。没事，咱们的号还不是正常的，对吧？你把我这个号搞疯了，那我还有另外一个呀，是不是？怕什么呀？对不对，家人们？
你们觉得我说的对的，咱们打一波对。谢谢送的眼镜，谢谢。你们最近哥哥姐姐叔叔们这两天应该还在拜年，还在过年，是不是这样？有没有这样子？还是你们这两天也在拜年，是不是？对，注意安全，放心吧，我会的啊，我会的。对，谢谢支持，谢谢支持，谢谢所有家人们的支持。快上班了，明天上班吗？啊，你们明天上班，我们的话说的是18号上班。但是我现在都在担心18号的时候，我这个感冒会不会好哟？我都在担心了。明天上班，哇，明天才17号嘛，明天是16号还是17号了？啊，那都差不多。我们上班比你们晚一天，我上班是18号上班。对，我的话18号上班，你们是17号上班是不是？吃点宵夜药。对，所以说我明天还不是不好的话，明天就去，买点药怎么的，买点药什么的拿来吃。初八上班，明天是初八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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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有哥哥姐姐们。笑笑送的那个抬头，谢谢。哦，那都差不多。那你们过年结束的那天是几号呀？打吊针嘛，好的快。对，我想的是，如果明天还是不好的话，就去打吊针。如果明天都好了，只是这个嗓子的话，就不用吃了，也不用去打吊针了，因为今天是这个头特别痛，知道吗？热开水，可以的啊，可以的。正月15元宵节，正月15是几号？这样子说我是不懂的，哦，15号。15号的话，哎，不对，你们可能你们说的那个是跟我说的，我正月15，娘家人、东家人永远支持您，谢谢谢谢娘家人、东家人的支持啊，谢谢你们。哦，24号，哦，对，你们要说这样说我才懂，正月15什么的，我不太懂。24号过完年。说的是农历正月15，哦，那农历阳历24号，哦，我懂了。我们都什么怎么那个人是如是怎么了？哦，元宵节，就是说元宵节那天就你们年都过完了是不是？谢谢，感谢徐姐姐，谢谢谢谢谢谢，谢谢支持，谢谢支持。农历15，这个喂，谢谢送的一束花开。哦，元宵节那天晚上是不是吃汤圆的？是不是？感谢我童亮姐姐，谢谢。对不对？没有结婚啊，没有结婚。那这样我懂了，这样子的话我就懂了。还有8天，其实你们过年的话，你们过年时间比我们多，就是比我们长。我们过年就主要的是3天，最重要的是3天，然后7天，3天过完就开始去叔叔家，不是叔叔家，是舅舅家外婆那里拜年或者怎么样，就是这种，拜完年年也过完了。对对对。谢谢秦大姐，谢谢，谢谢所有姐姐们，感谢你们的支持。你们的话，你们过年是过半个月，比我们时间比我们久。
真好。家人们，你们过年期间有没有攒点肉肉啊，攒点胖什么的，有没有？因为我看到很多家人发给我看的那些，都吃的特别好，知道吧？真的特别好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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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送的礼物，谢谢送的礼物。就比起你们过年的话，哇，我们过年就吃的好简单哟。你们过年都是大鱼大肉的，丰盛，对对对，你们吃的特别特别丰盛，真的。有几个姐姐是有我微信的嘛，那个某微的嘛，然后他们就发给我看的时候，哇，那个真的全是海鲜啊，或者怎么样，反正就特别特别好，没还是那样，随便哪家都有十多个二十个菜，这么多吃得完吗？应该吃不完吧，也这么多应该吃不完吧，少二十个菜，哇，那会不会二十个菜，比如说先做好的，后面的全部做好了，前面的会不会变冷了呀？有可能啊，你那么多菜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应该有二十多个菜。哇，这么多，真的吃的特别好。我们过年的话，哦，人多的话还好，人多的话还好。我们过年的话就没有那么多个菜，最多七八个，你做的好的就十个左右就差不多了，就没有了。有凉菜，有热菜。就全部一起嘛，还有汤什么的，对不对？胖一斤，只胖一斤还好。我上一次我们彝族年过年的时候，我胖了好几斤了，因为那个时候前面是在外面上班嘛，然后后面我们过年的时候回去，因为我外面的饭菜嘛，我不知道怎么了，我不怎么吃得惯嘛，回去的话就随便弄一点，我也觉得好好吃，我就吃很多很多，一下子就胖起来了，气死我了。我们还没上班，还没有上班啊，家人们还没有上班。新年好，新年快乐！你们上班的时候我才上班，你们上班的时候，比如说有的是7号上班，但是我18号才上班，没有120斤，我有112斤。我长这么大，我都没有到120过。我以前很胖的时候118，以前特别胖的时候118，然后现在112。夏天的时候我100、105、106、104这样子，然后现在冬天到了。对，我就是胖了一点，我胖了好几斤呢，然后现在胖到了112了，胖了好几斤了，胖了七八斤。没有结婚啊，没有结婚。汉族年我们过吗？我们过呀，我们也过个小年呀。你们过年的时候我们也过个小年的。胖了也好看。主要是胖一点嘛，这个脸上有肉嘛，但是呢腿太粗了，腰太粗了，穿衣服就不好看了，知道吧？谢谢，感谢所有家人们的支持啊，谢谢谢谢。胖一点好，太胖了也不行。其实我觉得刚好105到100斤左右是刚刚好的，你超过105以上就胖了，真的。像90多、80多那种也太夸张了，太瘦了也不好，太胖了也不好。但是我现在确确实实胖了，瘦也瘦不下来。
到夏天那个天气热的时候，应该才能射得下来。我胖一点再才越好一些嘛，真的假的？这样吗？是不是这样子的？这样刚刚好。感谢我来了娃娃姐姐，谢谢，谢我龙年大发，谢谢陈姐，谢谢所有家。身高162，其实我身高要，我身高是163，162到163。以前我以为是162，后面练了一下是163，但是我不知道是哪个准确的。我不知道哪一个准确啊，反正就是162到163，就是这样子。胖一点有福气，哦不，也不能太胖了。比如说胖到像我妈妈那样胖的话，那就完了。我妈妈现在160呢，150呢，160呢，这样子。对，反正就是不要超过120以上，120以下都还好一点。我现在112。对对对，谢谢我童亮姐，谢谢。和我一样高一样重，是不是啊？但是我现在我还是胖的。只是我穿的衣服宽松，你们看不出来，还是挺胖的。刚刚好吗？哎呦，如果能再瘦一点，那是最好的。但是，好像也瘦也瘦不了。你是标准的，哎呦，不标准了，还是显胖了。你现在晚上要少吃饭，白天就多吃一点，是不是？好喜欢你这个沙发，这个沙发是买了这个套上去的，就是这样子的。哎，其实我觉得吧，胖不胖瘦不瘦的没有那么重要，主要你不是很胖就 OK 了。因为什么？就是说，你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比什么都强，是不是家人们？不管是我或者是咱直播间所有家人们都是一样的，有健健康康的身体，家人健康，自己健康，身体健康比什么都强。真的，哪怕你家里面穷一点都没事儿。对对对，所以说只要健康了比什么都好。像别说人家那些对吧，有的身体不好或者怎么样的了，像我这样的，我时不时的会感冒啊，对吧？天气冷了或者是怎么样了，我就会感冒个3-4天、4-5天，我都觉得受不了，知道吧？整个人就看着整个人一点状态精神都没有。所以说我觉得，所以说我觉得不管怎么样，还是有个健康的身体比什么都强，只要健康就可以了。你还在玩？我在公司上班。对的对的，我在公司上班。有健康的身体才能挣钱。对对对，如果说你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，哪怕你这再多的钱都没有用，是不是家人们？要注意保暖。好的，会的会的，谢谢你们的支持。来，咱们赞点一下，哥哥姐姐们，我们点点赞，搓搓屏幕。怎么了呀？又生病了吗？又感冒了？我经常感冒的，因为冬天，而且尤其是我们家这边的话，冬天特别冷，知道吧？冬天特别冷，然后又下雨又冷的，一旦冷了就会可能就是，感谢蓉姐，谢谢。就是以前去年养了嘛，那个养了个羊之后，抵抗力就下降了，时不时的天气冷了也会感冒，免疫力下降了，知道吧？还没上班，还没有啊，还没有。没有呢。
对对对，然后咱们进来的朋友们，你们没关注我的，咱们也可以关注点一下啊，咱们可以点点关注，点点赞，把赞再点起来。这里我们可以点个关注，这边可以加个粉丝团，亮一下灯牌都可以的。一定要保暖。阿妈，我吓死你们！我们直播间有没有遗嘱呀？感谢我东方不败，谢谢送的人气票。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！咱们之前不，如果不是被举报的话，我们100万早就到了，那时候点了60-70万了。来，咱们站着冲到100万，好不好？家人们辛苦一下你们，搓搓屏幕，咱们把站着点起来，人气往上冲一下。咱们站着点起来。你说一句你们那里的话，我刚刚说了呀。那一个。我直播间给我拿输给你吗？你的话有没有？有的话打一波有。咱直播间有没有遗嘱？说个新年快乐，倒霉。哭什么啥？哭什么啥？怎么跟你？你们能听得懂吗？家人们能听得懂吗？哭什么啥？怎么跟你？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！我里面穿的多，我现在你看到我穿这么少吗？但是我手心都出汗了，不知道为什么，这手心都出汗了，一点都不冷。现在这样子坐在这里，但是阿妈，我去拿饲料，我去拿，好卡吗？没有吧？现在还卡吗？对，什么啥就是新年快乐的意思啊！谢我秦大姐，感谢我翠翠姐，谢谢。我不知道，我确实。确实那个什么，没有状态，累死了。喝一点橘子水嘛，橘子水喝那个有好吗？会好吗？那个？谢谢三姐，有这么卡吗？忘记了，我手机限速了，我播的是流量，我忘记了。谢谢三姐送的那个人气票，谢谢。你有鲫鱼大叔，那个是我们的老板呀，那个是徐总啊。你在这里酸什么呀？对不对？那个是老板。现在给写的怎么样了？我们没怎么样呀，我们挺好的呀。对，那天是伴娘，去当了伴娘，但是就唯独昨天送亲那天我就去不了了，感冒了，那个时候难受的要死，去不了了。欢迎我楠姐，欢迎，谢谢天天开心，谢谢送亮的灯牌。对，咱们没有观众，关注一下，我们也可以念一下灯牌。我靠！对，咱们站站出100万，好不好？睡觉吧，我也躺了一天了。谢谢红叶，谢谢送的眼镜儿。下播吧，我睡觉我也躺了一天了，我实在是睡不下了。还
还不如开着直播跟你们聊聊天，可能我时间过得稍微快一些。谢谢玉，谢谢，感谢我三姐，谢谢所有家人们，对不对？与其让我去躺着，还不如坐在这里，因为我今天躺了一天了，真的。谢谢我荣阿姨，感谢荣姐，谢谢我夏末，谢谢微笑姐姐送的人气票，谢谢江河万事兴，谢谢，感谢小雨，谢谢一片白云。主播最优秀，不优秀了，谢谢事事随意，谢谢所有家人们，感谢我用户6355，爱笑的萌，谢谢，感谢我用户3500。又感冒了。对，但是今天好一点了，今天好了很多了。前天跟昨天我那个声音根本就听不到，就是你们可能都听不到我的话，就是那种。谢谢用户180，哎，我觉得我感觉我太弱了，我以前也没有这样过。现在时不时的就会，一不小心就会感冒，一不小心就会感冒，真的受不了。谢我天天开心，感谢我楠姐。对，咱们一起站在点一下，然后我这样陪着你们聊天也挺好的，因为我今天是整整躺了一天，整整睡了一天的，整整睡了一天。然后得刚刚下午吃饭的时候我才起来的，起来然后我又洗了个头，哎，我又想着吃完饭了，我又想着哎给你们直播一下吧，因为我也没有在群里面跟大家说我为什么没直播，我觉得心里面过意不去，我也没说我感冒，因为我害怕我一说感冒你们就会担心我，我就没有说我感冒了，我就没有跟你们说我感冒了。多穿一点衣服，好的，会的啊，放心吧，我会的。谢谢哥哥姐姐们的支持。对对，所以说我觉得我今天好，今天晚上好了很多了，我就给你们直播。就是这样子的，谢我番茄。对，哥哥姐姐们，来，咱们搓搓屏幕，把那赞赞叠起来，好不好？来，咱们点点赞。这大过年的，你们过年那么忙。还抽空看我直播，真的特别感谢你们。可能你们过年的时候，家里面亲戚朋友应该也是特别多的，是不是？但是你们多还是抽时间来看我的直播，开心一点，小妹。我没有不开心，我特别开心，没有不开心 可能是只是状态不对，其实开心是开心的。感冒千万别洗澡，我昨天晚上也洗澡了，头这个就只是头发的话，我就两天没洗了，今天才洗，因为不敢洗头。洗澡没事是吧？对，我感觉不洗的话，那个因为那个不洗的话，就是睡觉什么的，黏黏糊糊的，我会出汗，知道吧？感谢我虔诚姐姐，谢谢，谢谢姐姐。我就因为我今天 睡觉什么的，我今天下午我都一开始就觉得很热，后面又出汗了。没办法，不洗难受，洗了还反而感觉舒服一点。别理黑粉嘛，没有去理他。那些黑粉各种节奏都在直播间里面带，我就装作没看到，我就没回他们，知道吧？感谢我理解，谢谢，欢迎理解，欢迎加入直播间，欢迎欢迎，谢谢关注。对，咱们站在50多万了，哥哥姐姐们来。咱们加把油，辛苦一下大家了。我们搓搓屏幕，动动你们的手指头，把赞赞点起来，往上点一下啊！赞赞再往上点一下，辛苦一下你们啊！搓搓屏幕，点点赞，把赞赞点一下。
对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对，谢谢关注，谢谢所有家人们的关注。有那么一些人就会在直播间带节奏，我知道，但是没事，让他们去说嘛。一，我不去偷；二，我不去抢，对吧？我又没有做什么违背良心的事情，我就坐在这里跟大家聊天呢。他爱怎么说怎么说，是不是，家人们？我就做好我自己。他不管他在直播间里面怎么骂我，怎么带我节奏，没事儿，我问心无愧就好了，我清者自清就可以了。太多的事情我也管不了。对呀，所以说呀，我又没去偷，我又没去抢，我光明磊落的坐在这里直播，我怕他干嘛？谢谢我天天开心姐姐，感谢姐姐送的那个抬头龙，谢谢。真的是，因为我不说吧，很多人都，其实我跟你们讲，你们有没有看电视剧啊？就是那种，你们看到过那个电视剧吗？就比如说人家，越弱的人，别人越欺负他，就是越弱的人是。不管是谁都会想着去踩他一脚，就是这样子的。其实电视剧里面的，其实现实生活中也跟电视剧里面没什么区别，真的是一模一样的啊。就是就像咱直播间一样，就是我越不说，那有的黑粉越得寸进尺，在那里说，然后我又说，他们又觉得哦你漂亮或者怎么样怎么样，各种都有了。人善被人欺，马善被人欺，对对对，就是这样子的。我越不说，别人越得寸进尺；我一说吧，别人又觉得你这个人又怎么怎么样。谢我乐在一起说姐姐，谢谢。又觉得你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，就是各种都有，知道吧？哎，做人真的是挺难的。谢我，谢谢三姐，感谢牛了，谢谢。因为但是我不管这些，管他呢。我做好我自己，我又不是人民币，我怎么可能做得到人人喜欢呢？对不对？是喜欢我的人，支持我的人，维护我的人，不管怎么样，他们都会在。你不喜欢我的人，你不支持我，你不维护我的人，哪怕你做得再好，你说得再好，别人也会有一万种理由来说你，是不是这样的，家人们？因为嘴是长在别人身上的，别人想怎么说就怎么说，我们控制不了他。黑粉永远是黑粉，对，黑粉的话，这些人的话，其实这些人是怎么说呢？他们那种心态不平，知道吧？他们就看不惯别人怎么怎么样，就是这种。这种属于怎么说呀，这种他们内心里面就那种就是觉得看不惯你，就是这种。哪怕你做的再好，这些人都会一样，你做的再好，这些人还是一样会看不惯你，没办法，这就是人心人性，知道吧？人心太邪恶了。有的时候其实也挺累的，像我现在这种时不时的感冒，其实很多时候吧，我没跟你们说，就像现在这种，哪怕我身体不舒服了或者怎么样，我也没有跟大家说，我害怕大家担心我。但是我在外面上班的时候，时不时的会生病，时不时的会难受或者怎么样，这个时候就觉得很委屈，知道吧？出门在外的无依无靠，然后各种感冒啊，各种身体不好呀，这出那出的，这个时候就会觉得特别特别委屈。还有就是我两三次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我睡觉习惯性的做噩梦，鬼压床，就是那种你明明一直是很清醒的，就是醒不来，然后特别害怕，然后你想喊出来又喊不出来，就那种。我好几次，有两三次，我真的有一次是一晚上三次都这样子，最后一次我哭了，知道吧？
我就觉得很委屈，害怕又害怕的，又睡不着觉，又不敢去睡，然后我直接开着灯，开着灯我就哭了。所以说我现在出门在外的，我晚上如果说是我一个人，反正就是怎么说呢，现在我晚上在外面家里面的话，我有些时候会跟妈妈睡，哪怕家里面我自己睡一个房间我都不会害怕，我都不会有这种做噩梦呀或者是压床呀这种，没有这种症状。但是我一个人在外面的话，我就会这样子，可能是没有安全感嘛，然后我就会每天晚上睡觉我都会开着灯睡的，关灯我不敢睡，真的说实话压力太大了。你也有吗？家人们你们有没有过这样子，就是比如说一开始就是相当于就是那种跟做梦一样的，后面就是很清醒，知道吧，就感觉你的眼睛是这样子睁开的，然后你看到了什么东西，哇一下子全身都发麻了，然后你就醒不来了，又醒不来，然后又特别害怕的要死要死的，然后又叫不出来，有没有这样子？枕头底下发不到，这样子可以吗？所以你就有这压力是吗？精神压力太大了，是我经常这样子知道吧，我有的时候就会梦到什么什么，我就会特别害怕，然后自己叫叫着叫着我就醒了，都有过。手放在胸口上的原因不是的，我有些时候这样子侧着睡也这样子呀。还有一次你们不知道，还有一次我就这样子睡着，然后我是因为我开着，我每天晚上我都是开着灯睡的嘛，然后眼睛这样子睁开的，我记得睁开的，然后我看到的就是我对面有一只兔子，感觉是一只兔子白色的跑过来咬到我的手了，完了我一下子我醒不来了，我醒来的时候你们不知道那种害怕的那股记忆啊，真的怕的那个感觉背后发凉，哎呦完了，我说这些我今天晚上又睡不着觉了。对对对，我也经常有，而且我有两三次，我不止，因为我经常这样子嘛，但是最严重的两三次我真的我醒来的时候我真的哭了，特别委屈知道吧，特别委屈，我就委屈着我就哭了，一边又害怕，半夜三更的三四点了我又不敢睡，又很困，然后又害怕，然后就又觉得特别委屈。放把剪刀，今天晚上就放把刀在枕头下面睡，在做噩梦，那个不是噩梦，那种感觉，那种感觉你明明是清醒的，你明明什么，比如说感觉像有一阵风吹过来，你的脸上都是有那种感觉，你明明感受得到，你就是醒不来，就是这样子的，真的就是这样子。对，但是我不知道这种是什么原因，反正就是迷倒了，就是这种感觉知道吧，但是感觉你的眼睛是这样子的，反正眼睛感觉是睁开的，就是醒不来。都会这样子啊，一直都会啊，从去年到今年经常这样子的，我是经常这样子，真的心里没有安全感，应该是的，因为就是我自己睡我自己啊，我就是我自己在外面睡的话我就会这样子，但是我回去我基本上有些时候我就会给我妈妈一起睡，我就会跑到我妈妈的房间里面跟妈妈一起睡，跟妈妈一起睡的时候我那个睡眠啊真的特别好知道吧，一觉醒来我就第二天了，十点过了，就这种，但是我自己在外面的话我就会一点动静我都会醒，
我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会没有安全感，但是我在家里的话我不会这样子，我在外面我就会这样子，就是没有安全感，是吧？对，因为我觉得奇怪哦，因为我觉得我回去我不会这样子，但是我在外面我就会这样子，时不时的就会醒，时不时的就会醒，然后时不时的就会做噩梦。唉，对，谢谢我缘分天空，找个姐妹作伴。姐妹也没有啊，你出门在外，你在外面上班，也不行。哎，没事，习惯了就好。反正我现在的话，我现在已经习惯了。刚开始出来的时候是有点不习惯，然后又想回去。也有各种压力，又委屈，晚上又那个啥，一晚上被鬼压床，那个压了2、3次，就这种睡不着，根本就没法睡。我就有的时候我就会特别委屈，我就会想哭。现在的话还好一点。男人鞋放一双没问，男人的鞋哪来嘛？没有的嘛。谢谢缘分天空，谢谢哦。比如说。像我弟弟的鞋子那种行不行嘛？行的话也可以。这样的话，我就把我弟弟的鞋子拿过来，哭出来也解压。确实，女同事是有啊，但是人家也不想跟我一起住呀。可以，反正是男人的鞋。